我把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。我亲近方东美先生66年前，他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，我们是牧民。写了一封信，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，目的呢是希望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。一个星期我收到一封信，方老师回一封信，约我到家里见面。我们是同乡，但不认识。告诉我，现代的学校，66年前的学校，台湾大学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去旁听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了这几句话，老师全部完全拒绝了，这个指望就没有了。所以当时我知道我们的表情很难看，很难过，沉默了大概有6-7分钟。老师说了，真想学，到我家里来喝，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。给我约定，从下个星期天起，每个星期天上午9:30到11:30，这2个小时给我。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，我们从来没听说过。我向老师请教，我说佛教是宗教，宗教就是迷信，尤其佛教是多神教，多神教在宗教里面是被看到是低级的宗教，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佛教是什么都拜，进到寺庙里头，哪一间房子里都供佛像，低级宗教。他怎么会有哲学？我怀疑。方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，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大乘佛经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我从这个地方讲认识了佛教，知道我们过去包括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佛教产生的误会很深，没有人出来辨别。我们听了之后晓得有这么回事情。尤其是老师介绍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句话很中听。我们求学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一生能够快乐幸福，不至于走向迷途。我戒引我入佛门是张家，是方老师。那么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，不到2个月，
我认识了张家大师啊，这是个专门修佛的，而且真修行人。我认识一个蒙古亲王，他替我介绍的，所以张家大师的时候对我也非常爱护，也是每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啊，告诉指导我读哪些书，这个经典有疑问向他请教啊，非常难得，大概跟他学经汉族的可能只是我一个人，没有藏族的，我知道有几个，汉族的好像没有啊。我这个学佛的基础是他奠定的啊，张家大师教人心浮气躁的他不教，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通常见面坐下来之后至少有15分钟20分钟沉默，像入定一样啊，一定心浮气躁习气完全降服住了他才开口。我第一天跟他见面第一句话向他请教，我说我听了方老师的课程知道佛法是高等哲学啊，我是很想学习，不知道从哪里入门啊，请教老和尚在这。张家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年轻人嘛，心浮气躁是吧，但那个时候不知道，修行自己不晓得，看了半个钟点都不说话，就这么一个问题啊，他一定等到我心浮气躁完全降服了才说话，半个钟点就说一个字有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又停下来了，这些念头又断了啊，这次又停了，等不大概停了10分钟啊，时间短一点了，告诉我6个字，看得破放得下啊，看破放下我们似懂非懂啊，看破什么放下什么啊，他不讲，他要保留啊，告诉我，我今天给你讲6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做6年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头一次见面，大概2个小时的，啊，所以看破放下入门的，啊，当我们回想起来，中国四书大学里头，一开端大学的八目。各无知之就是看破放下啊，各无是放下了，知之是看破佛是这样叫人的，孔老夫子也是这样叫人的，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，没有往来过，完全相同啊！啊，所以我学佛之后，我就晓得，孔老夫子如果当年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做佛陀；啊，释迦牟尼佛如果暂时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他圣人。这圣人跟佛陀是同一个等级的。啊，非常重要。啊，但是看破放下，哪一个在先，哪个在后？
个人根性不一样，烦恼障重的人从放下下手，所智障重的人从看破下手，不一样。这就是两种人，一种是很聪明伶俐的啊，妄想杂念很多的啊，那个要放下，恢复清净心啊。这个所智障，学的东西很多，看的很多，懂得很多啊，知见很多，他要从看破，要从这里下手啊，看破之后放下啊。烦恼障的是烦恼放下之后就会看破，圣教理念方法完全相同啊。张家大师说，我跟他见面是一个星期一次，礼拜天。我跟他三年啊，我跟他那一年65岁，他68岁过世，三年跟他三年啊，非常难得，言语很少，有力量，有分寸啊，真正修行人。啊，在台湾那个时候，有人说他政治和尚。啊，他告诉我，政治是不得已，聘请做顾问，总统府顾问，他能不接受？不能不接受。好像他有好几个头衔，就是。哎，对，最重要的还是念佛。他持咒，持咒，教我们念佛。啊，他持咒好像是没有中断的时候，跟你谈话，话完了之后，他口子在动，不出声音。叫默念啊，24小时，你看他都在念佛啊，心地清净。西藏人穿着服装很厚，尤其是夏天啊，一大袍子一件一件，甚至有人就问他，这活佛，你热不热啊？他告诉心静自然凉啊，他心地清净啊，这个我们能看得出来啊。老师实在讲应该都会看相，见人多了啊，看到我们这个年轻人想学没有福报啊，而且还短命，这都看得出来。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，第一部书教我看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，这个本子当年在台湾买不到，大藏经里都有，所以我们到寺庙里去借经书来抄。好在这两份东西分量不太大啊，看了这个之后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要学佛，你不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会走错路啊，走弯路，走邪路啊，怕走错。这你先要认识佛啊。这两部书看完之后才晓得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搞教育，各
跟我们一般讲宗教不一样啊。啊，他把教学摆在第一。啊，他是以后我们深入之后了解。啊，他教学。先参学，他十九岁出家，离开家庭。印度当时是世界上宗教之国，也是哲学发达到很高峰的时候。他那个时代，所有宗教他都去学过，所有的学派他也去学过。学了之后认为不能解决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生死问题，这问题不能解决。六道轮回的问题不能解决，放弃了。啊，所以他的表现、表演给我们看，代表一个知识分子，喜欢读书、好学，啊，这样的一个身份。啊，那么怎么办？啊，他学了十二年，十九岁。到三十岁，放弃了，不学了，去修定。啊，三十岁修定，在毗婆罗树下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是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个大悟之后，他就到乐业园。以后以前。他出家的时候，他父亲不放心，派了五个人陪他，那个人陪同他的。啊，他就把五个人找来，跟把自己觉悟之后向他们讲解，啊，其中乔成儒，就乔成儒小证阿罗汉果，啊，所以从这个之后，先教小学。办小学十二年，再提升讲方等等于中学八年，再上堂提升等于办大学啊，讲般若二十二年，最后八年讲法华涅槃等于研究所，他是一路上去的啊。这些宗教祈祷仪式都是以后祖师大德们这边的，啊，他在世的时候没有，啊，只有一个三皈依，一个回向，啊，所以张家大师指我这条路，我就走这条路，这条路好难走啊，啊，大家都不学了。你学的时候是异端，把我看成异端，啊，尤其李炳南老居士的学生，啊，没有人不反对的，所以在台湾出家不能住寺庙，哪个寺庙都不入，啊，非常困难，啊，我住韩馆长打抱不平，这一家人有东北人有义气，啊。让我在他家里去住，我把他们夫妻两个带到台中见李老师，把当时情形给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同意说可以。我在他家住十七年，才有一个图书馆，他护持三十年，功德无量，没有他护持，我那时候就还俗了，啊，要不然去赶集散去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不愿意做的。所以这是一个老师啊，明天我跟诸位报告，我亲见李老师，哦，三个条件，三个条件不接受，不受，三个条件接受，你留在我这里，我愿意接受你到这边来，三个条件很苛刻。